迟啲爸爸入医院做手术，不如去私家医院做啊，唔使等咁耐，服务质素又好。但系私家医院收费逐样计，好难预算出院时要俾几多钱。唔使担心，港怡医院提供超过240个全包形式定额收费医疗套餐，套餐嘅价钱已经包括所有程序嘅相关费用，希望俾到病人安心嘅体验。病人会入住我们的两床标准房，如果病人在原定的日期出院，是不会有任何额外费用的。那我可不可以帮爸爸升级私家房啊？我们的全包式医疗套餐只是适用于标准房，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致电21221333联络我们。